我今天不打个 MVP 李白我是不会放弃的，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，万一再输了我这个月一把李白我都不玩了，赌上我十一月份的李白，相信我这一把我将会站起来。有凤来仪，哎，完了完了，哎，完了，兄弟救救我。这什么呀，这哎呀，赵子龙参见，我真的是烦了，这个鬼丧气。完了，要被举报了，不玩李白了，幸运分大奖，玩李白我赢不了，十一月我再也不会玩一把李白了，封建了，可能有点惋惜，又是一代剑客在十一月份陨落了。